粉丝提问：为什么团进没有莫辛纳甘呢？确实啊，团进武器库里是没有莫辛纳甘的，我们也根本用不了这把枪。为什么光子不在团进加入莫辛纳甘呢？原因有三个：一、属性和 98K 完全相同。莫辛纳甘虽然和 98K 的名字和外观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属性是完全相同的，一样的伤害、子弹速度、弹容量、换弹时间。所以当你用 98K 和莫辛纳甘的时候，如果不开声音、不看枪名，你是分不清两把枪的。因此既然莫辛纳甘和 98K 的属性完全相同，团进已经有 98K 了，就没必要再加入莫辛纳甘了。二、玩家先入为主喜欢 98K。 98K 是吃鸡最老的栓狙之一，从吃鸡一上线就加入到了游戏中，一直在陪伴玩家成长。虽然后来加入了莫辛纳甘，属性完全相同，但玩家肯定还是更喜欢 98K， 因为大家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用习惯的 98K 肯定不想去用莫辛纳甘了，更何况属性完全相同，所以光子没必要上线莫辛纳甘。三、加入会让模式变卡。团进武器库里已经有很多武器了，虽然一把枪微不足道，但是加入肯定会占据游戏空间，会让模式内容更多，相对发生卡顿的概率也会更大，所以光子综合了这三点才没有加入莫辛纳甘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哦。